Hello， 您好，我是麦伦华斯博士，欢迎来到 USANA 公司全球总部。在这栋建筑物内，您将看到我们公司的总办公室。这办公室支援着拥有1000多名员工和世界各地数十万直销商的庞大组织。您也将在这里看见，事实上，您已经看见了我们最先进的生产设备。这是 USANA 的命脉，许多不断改善世界各地无数生命的产品，就是在这里制造的。我在1992年以更健康的世界为使命，创办了 USANA 公司。这使命一直都建立在尖端科技、深广研究和最高制造标准之上。当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，您就能获得出色的营养品，不但能增进您的健康，也影响了您人生的各个层面。您即将看见的制造过程规模庞大又复杂，并且需要有追求卓越的艰苦承诺。这是 USANA 为何能创造出全世界最顶级营养品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在这里的一切作为都能帮助您热爱生命并尽情享受人生。祝您参观愉快。 USANA 所做的一切，从我们的科学实验室到生产以及仓储，都是以客户的营养为考量。我们的制程从唯独使用最好原料的配方开始，而即使已经送到我们的货架上，我们的进场原料仍需要经过大量不间断的安全与品质检验。原料送到 USANA 后，就先被隔离并进行采样。品管检验员使用近红外光光谱仪，确实识别原料，并将所采样品送至实验室做分析。实验室是 USANA 品质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，是按照制药业规定的优良制造规范 GMP 而设立的。任何东西只要不符合我们对纯度、标示、成分、品质和含量的严谨规格，那就不能用来制造产品。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技术，例如感应耦合电浆质谱仪、高效薄层分析、红外线及紫外线光谱分析、气象层析等等，来分析每一项原料，以达到 USANA 保证的品质。USANA 的实验室同时也检测危险的污染物质，包括沙门氏菌、大肠杆菌、黄金葡萄球菌、霉菌、酵母、重金属和有机残留物。USANA 的旗舰产品基本营养素就必须经过900道不同的检验。在 USANA， 我们非常关注顾客的营养。我们的生产技术人员有严格的穿着标准，以防止产品受到污染。这包括鞋套、特殊的裤子或裤套、实验衣、法网、下巴护罩、洗手液和消毒水。任何会接触到产品的人都必须戴上手套，甚至参观的来宾也必须遵守这些严格的穿着标准。透过空气压力和空气锁定系统，将灰尘和其他污染物质隔绝在室外，进一步保证产品的纯度。所有要使用的原料都通过实验室的检验之后，才能准备开始生产。生产人员仔细地将原料过磅，以确保正确调配 USANA 的独家配方。原料过磅并准备好之后，还需要仔细过筛。任何结块的原料必须被碾碎，才能够获得最佳的混合。原料必须透过振动筛子的2层筛网，然后经过稀土磁铁，再进入 USANA 的4个搅拌器的其中一个。接着 USANA 的滚动搅拌器将原料粉末搅拌成均匀的混合物。搅拌结束后，这些混合物就可送到压定机做成定片了。大袋装的原料混合粉末接着被调到压定机的楼上，准备进行压定。大袋子定位后，技术人员让混合粉末靠着重力装填到压定机。我们的压定机速度很快，每小时的产量可多达50万锭，压定时的压力超过每平方寸1万磅，可压出完美的 USANA 定片。尽管压定机的速度惊人，
我们仍持续监测钉片，在压制中成型不良钉片会被移送到废弃槽中。在压制过程中，技术人员每30分钟会抽样检验一次钉片，以确保符合 USANA 的高品质标准。新的抽样钉片需经过量测，以确保其重量和厚度。我们会确认钉片的硬度，好让钉片能在人体中适当地溶解。接下来，它们被送到涂抹机上，钉片表面被涂上一层天然植物蛋白薄膜，这能保护其活性成分，并使钉片更容易吞咽。涂抹之后，钉片经过最后的目视检验，然后才送去做最后测试。每一完整批次的抽样样品被送到品管实验室，一些钉片拿来做溶解度检验，一些则被磨碎并量测，以验证是否在生产过程中始终都达到 USANA 的纯度、标示、品质和含量的标准。钉片涂抹并检验之后，就要开始进行包装。包装线有两条，在第一条线上有一台称为瓶罐整列机的机器，将罐子以正确的方向放到包装线上，罐子排列好准备填充。在将钉片填入罐子之前，振动盘会把破裂的罐子先剔除，钉片落入罐子时会同时计数，以确保钉片数量正确。每个罐子会经过一个金属侦测器，然后检查其重量。完成这些检查之后，罐子就会盖上盖子，一组特制的皮带把标签贴上，接着以感应熔融将密封片封住罐口，感应器就会检查防止开封的密封片，看看罐子是否完全密封，以确保新鲜度和安全。在这条线上，任何检查不合格的罐子就会被废弃，喷墨印刷机把批号印上。第二条线使用的机器不同，但程序是一样的。每个罐子依设计的路线前进，技术人员和感应器能在问题发生前就把问题找出来。仔细控制的钉片计数机把钉片装填进罐子里，装盖机以正确的施力将盖子封盖。机器上的蓝色感应器会检查每个罐子，以确保盖子已确实密封。经过贴标站之后，有一个特殊感应器检查标签是否确实正确，接着防止开封的封套自动套在罐身上。一组黄色的感应器会确认每一个罐子上都有一个封套，罐子进入热封收缩机，封套收缩封住罐身。每个罐子都完全封好之后，就打包预备出货。每个星期 USANA 要装填大约275,000罐的产品。我的健康套装是 USANA 精心设计的产品，可以让顾客很容易地按自己的需要制作个人的营养组合。有一个互动式的网站，帮助顾客选择最适合他们生活方式和健康需求的营养补充品。这个信息将传送到最先进的我的健康套装组装系统，在那里将顾客所选的补充品个别包装成方便的上下五包。当我的健康套装的每一个小包从机器出来的时候，都会经过技术人员的检验，顾客的名字会直接印在包装盒上。每盒有28天份的个人化营养品。我们的生产区里面还有一座制作专利乳液的特别设施，这些乳液是用来生产我们的 Sunset 护肤系列产品用的。我们在那里混合这些提供保护肌肤的营养素配方并装瓶，在美国每星期有20,000多笔出货。光线挑选系统按照订单确认哪些产品要放入哪个箱子。一个包含扫描器与磅秤的智能系统可验证每个箱子的内容物，仔细追踪每一张订单，这可帮助 USANA 确保其订单出货能达到惊人的 99.99% 准确率。从产品研发到送达顾客家里，USANA 坚持产品的纯度、标示、成分、品质和含量。USANA 的每一个员工，从生产线作业员到高阶行政人员，都立志提供市面最顶级的产品给顾客。我们的一切作为都能帮助顾客热爱生命并享受人生。希望您这次参观愉快，我也希望您在这里所看到的能帮助您了解我们是多么注重营养。我邀请您更进一步了解 USANA， 这是一家由科学家所创办的公司，而不是由商人所创办的。我们已经成长为全球营养补充品业的龙头，因为人们在使用我们产品时可以感觉到不同。
而我们对华斯博士要创造一个更健康世界的愿景的承诺，已经超越了我们的产品之上。只要问问我们的特许专营商或员工，就能知道关于我们在世界各地对慈善方面的付出，那就是透过真正健康基金会提供生活必需品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。您可能不知道 USANA 企业大楼的能源 100% 来自风能和现场的太阳能板。我们还积极推行回收计划，让我们的废弃物减半。此外，您可能也注意到大楼外面的省水植栽，这种专业的美化景观每年能节省200万加仑的水。除了您刚才看到的实验室、制造区和出货区之外，这栋35万平方英尺的大楼内还有其他许多得奖的部门，从资讯科技、行销到客服部门。在这个大楼内，我们甚至还有一间完整的多媒体制作中心，一间专门供应健康食物的简餐馆，以及一间设备完善的员工健身房。我要很自豪地说， USANA 有好几次被票选为犹他州最佳职场之一。在这里工作的人都很高兴有幸参与 USANA 的使命，帮助打造一个更健康的世界。您今天在这里所看到的，代表 USANA 为了世界营运所建立的一套全球性品质标准。这个标准在任何生产 USANA 产品的地方都适用，像是我们在新加坡专门供应亚太顾客的我的健康套装新组装厂，以及为我们中国顾客提供产品最先进的北京生产中心。不管 USANA 改变生命的产品在哪里制造，您都可以发现同业中最高的标准和同样对卓越的坚持。再次感谢您抽空来进一步了解我们，希望您给我们机会来改变您的人生。